甘感情怎样交代？那风台，千军万马做阵来，做一摆，将阮逼到断崖。自古风尘，苦守寒窑十外冬。花在等待，又何奈？啥人一手安排？真无彩，花世界，足悲哀，花无阮的将来。唔通爱我，因为阮是你的人。机会在等待，又何奈？啥人一手安排，真无彩。进前伫饭店包厢，高志勇超工放出风声，讲赵队长向检方申请搜索群创生技，是为了要钓鱼。结果真正钓到恁两只大鱼，你是超工来遐袂少。无怪秦博士要配合调查，就发生这种代志。刘国良，你有啥物证据讲？血是我放的，你莫甘愧无天的。啊，好啦，黄志明，啊，你拄则毋是讲你要带迄文档啊去招待企业家，要做公关，啊，哪会一外头走转来遮要回诊啊？安尼敢讲会通？请问一下哦，恁拢住海边啊？管遮宽，阮爸当时要转来回诊，伊欢喜就当时转来，啊，恁来专门在聊聊，开始紧张啊？新片哦，花开车辆是错怪秦博士阿个木村健司啊。其实要甲证据毁掉的是恁爸阿囝。哎，是讲奇怪呢。我刚才讲哦，我是花镜提药啊，啊秦博士徛伫遐拢无讲声。王烈应该问秦博士啊，看我有甲伊要转来花镜提药无？恁是共犯结构。你叫我去问伊，你是不是互相串通？这毋是伤好笑啊！秦博士甲木村健司等咧烦恼，证据去警方敲着，恁就走来放火灭证，因当然配合你的讲法啦。阮无需要问伊。你也遐尔多好，出现伫个遮，你绝对是有问题啊！一定是内面有真重要的证据，甚至是影响到你选举的结果。啊，若无就是影响到。你的身家性命，那一撇空哦，会死足侪人诶。所以你才遐尔赶紧，遐尔紧张走来遮，放火甲证据烧掉。那安尼，我赶紧甲赵队长讲，这现场哦是来顾好呢，莫让一个奇奇怪怪人哦安尼出出入入，死到证据都无去啊。这是一定要的啦，袂当破坏现场，才是上重要诶。确实啦，警察要怎麼处理，要怎麼办案，都是你們管得到的。不然你們警政署长喔？就是啊，我們也沒做什麼，我們需要解釋什麼，對吧？欸，以前喔，欸，不是用想的就能把人定罪的咧。是，用想的是沒得把你定罪，所以我們一定會行動，把你這兩個狼狽為奸的白仔送去警察局，讓警方來調查。而且喔，我要跟警察說，有人慢慢烧起来呢，而且身躯顶哦，搁有臭味大的味哦。王志明，无得看哦，搁在我哩身躯顶擦一挂线索呢。比如讲，你的手去有味。哎，咱读书的时候呐，偷吃薰啊，迄教官一来啊，迄镜头摕来偏啊，就脏掉啊。所以今麦无说安尼无义无义啊。下面啊，摸你目白啊，佮摸你个鼻啊，啊平平的，手佮揪起来，拢无效啦。冤枉哦！天下间竟然有这么莫名其妙的代志，阮拄着火灾，
啊，无说你哦，我伤着爸爸啊，已经足衰啊，搁互恁母来讲，坏是我放的，真正是冤枉哦。我真正母袂清楚，恁现在出现伫遮，搁用到家己这么狼狈，不管哪解释，拢解释袂通。我看，还是问秦博士，可能较清楚啦。那照时间看起来，裴执行长确实是这段时间要等来回诊，是讲哦，拄则阮哪会无拄着，我就唔知影。就拄啊好，阮听到迄阿拉姆伫叫的声音啦，啊一紧张就找唔着咯，人拢会紧张的嘛，真正常，有啥物好奇怪的？小安，什么表情？什么？子庭干嘛出大事？就伫边？好，我知影，我甲文玲去赶过去。彭志明，你莫想讲你换一条命，就能改变你的人生。我绝对让所有人知影，你也是甲过去同款，遐尼卑鄙，遐尼下流。你甲彭文轩，无可能脱罪。好啊，先莫讲遐尼多，今日看子庭干嘛？看啥？哦，想要跟我哪一警察叫？拜托，恁敢有公权力，还是讲想要强制我们的行动？我是无资格强制你们的行动啊！啊，不过恁家的人拢是共犯，这里明显的事实，警方早晚查到恁头壳顶，到时我可能变作人看。阿能白白毛胖。一间实验室这大间啊，不是讲啊，恁安尼放一个火，就安尼把全部政府全部拢毁掉的啦。我母家安尼有哪辛苦你啊？好啦，直接哦，不会那点小话浪费时间，快点。现在没关系的人已经走了，刚不能老实跟我说，你们想怎要走来无恙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，我来处理就好了。是说你们私底下跟我们丈人爸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？这样听起来，你们早就知道警调单位要来调查，就算总经理去给董事会卡掉，你也可以打一通电话给我，由我来处理。这一百岁这实验室损失我尔严重呢，现在还有那个心情管什么损失？要先把咱家己顾好掉嘞，啊，若不到时阵才让口袋龙啊来，一世人无法度出来，那不只是无依靠无目屎。秦博士啊，秦博士，现在无牛进餐给你靠，你就变戆啊！警方来调查。你若是有准备，警方就认为是有人去通报，啊，通报的人可能就是林进川的，安尼你甲林进川共同的代志就会撇空，连阮嘛有代志，这才是规错害了了的。若毋是我赶紧哦，早来不及出，你即摆命运就甲林进川共款，爱逃亡。那你讲起来，这火真正是恁放的，那你火失控呢？唔，那是我的实验室，损失真凄惨。恁的药啊，嘛叫毁掉啊！我规世人的心血，那是安尼乌有去，真是比我叫乖到死，更加痛苦啊！哎，恁妈安尼走来乱，高志良、张家良、介人，凊彩考试两句就会走啊！阮该讲转移的注意，袂去有人发现啥物进步。恁是走来乱。因就知影咱有交界啦，刷落来各个击破着，咱找着线索。到街路呢？即摆是安怎？找麻烦人走啊！我咱家己人起来乱，大家哦，若无互相配合，以后是要咱合作保平安。讲什么转移注意？倩姐啊，啊，我对你真是足无信心的嘞。你要安尼三句两句，互志良甲话套套出来，都已经足万幸的啊啦。
搁讲什么转移注意？你的连咧甲倒位，我清清楚楚咧。大家即马坐共一只船，就要互相团结。应该现场哦，清清的啦，证据甲毁掉，会当做偌济算偌济啦。唔免啊，爸。啊，你不拄听有人伫遐咧拼，讲家己袂算咱有偌成功咧，所以咱有需要跟斗相共什么啊？唉，那是先来走啦，较唔免做较老干，风险较老暖。就问一下，总裁手头到底有啥物长头？我彭启明才有这放火啊！我真正唔知啦，应该是彭启明哦，反应过度，家己手家己丢啦。即马群众是我最主，你上好是卖乌魔。我哪有可能甲你乌魔啊？总裁有特别甲我交代 ，CMC 是完全授权给你呢。总裁安怎讲？我一定是按照做啊，嗯，好，我知影，你伫遮卖叮当，我看卖啥物状况，好。这个彭启明啊，那是这尔干巧啦，我一定要搞即卖状况哦。报告总裁，哎，总裁啊，美颜相信彭启明。要紧哈，我无代志。顶头是阿妈，伊为着要保护我，尤其闪着，而且规身躯拢在疼。哎呀，阿妈现在无爽快，一直足疼的。阿医生，敢有替你阿妈做啥物止疼的啊？有啊，阿唔过拢无效。我就要去洗肾源，叫伊做块详细检查。哎，免啦。啊，是呀。演过头啊啦！妈，伊拢痛到安尼啊！我叫伊做详细检查，看是倒位无检查着啊！哎呦，啊我着吼药啊食太济啊，啊佮检查嘛是安尼尔，啊你嘛知影检查吼，啊加做是加拖磨尔，足痛苦的呢。好啦，佳良，无听妈的啦，佮观察一下好啊。对啦，文玲讲了对啦，啊。就是搁观察看卖，再搁讲啊。你不是去买物件，安尼不管安尼。拢是我唔好，我无应该叫阿妈替我摕遐尼啊侪物件，嘛无应该买遐侪。阿妈，是的啦，我唔是超工的，真正就是的。子婷，这个代志嘛唔是你愿意的啊，你无使遐尼做一啦，哈。我拄啊回来时阵，我就感觉真奇怪。咱去群创，结果伊就发生意外，这嘛像拄好啊！我看绝对是有人挑工针对因的。加油！顶届彭启明、彭文雪，你招来拦刀，伊佫纠察讲子林八祖的囡仔有安怎？啊，敢会是？啊，迄个无识伊的尔，那讲啊，袂输讲到阴谋同款呐。哎呦，啊，我都无代志就好啊啦，莫想想遐济啦。啊，是讲啊，恁哪走来啦？啊，恁敢有妨碍着恁的行程？哎，阿舅啊，迄警方哦去搜查群创生计，结果安怎哈？本来一切拢真顺利，啊，毋过想袂到又要发生火灾。火灾？哪有可能有这种卡哈？这绝对不是卡哈，阮走出来以后。彭启明甲彭文雪嘛，未来面走出来，因无代无钱，奈只人拄好伫群创内面，无你看即个火灾，会是因帮的。看即个办事吼，因两个应该是有顺利甲证据拢毁掉啊。哎呦，那有可能是遐拄好，哎，因个嘛无迄个头壳啊，啊是讲迄赵队长嘛伫现场啊，敢毋是？赵队长伊先走啊，拄好甲伊小相识。啊，不过我唔甲赵队长讲，绝对会调查清楚。彭启明甲梁静川交界遮尼深，因一定有真侪袂咱记住的代志。
洪启明阁是未选议长，伊绝对袂当让警方找到证据。就算即马大家拢知影洪启明、彭文学问题，啊，不过也是互伊找到理由，当场安尼硬要过啊。好啦，先别讲这啦。先讲今日发生的意外，查清楚。啊，就讲是意外，是要查下查清楚啦。咱先等小安，把婴儿用品店外面的监视器画面摕过来，都知影今日意外是安怎发生的。啥货？伊竟然去掉监视器！监视器画面传来啊！紧把监视器画面放疯狂啊！不知影影片有翕到啥无？大家聊我金金看，是咧看啥？妈，请你解释一下，你啥物安尼做？即马受伤的人是我，是要解释啥？迄个时阵哦，虽然我离恁有淡薄仔远啦。阿姆哥嘛，感觉阿妈你跋倒时阵的动作怪怪呢。你也是看完影片了后才好讲啦。哇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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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脚徛袂在，啊，差点啊跋倒，才无小心弄到子婷呢。我嘛惊伊伤着，所以我搁把我遐地仰等在涂骹要保护伊呢。阿嬤，啊，不過我看那個畫面，你敢是超工把我拔倒了？你現在是在說什麼啊？你是我的查某孫耶，啊，你拔倒來還有我的囝仔孫，我敢有可能做這麼夭壽的事情？我為著要保護你哦，我跟他做肉店，啊，你竟然這樣懷疑我哦？嬤，子婷不是超过要怀疑你的人。是啊，阿嬤，这阵啊，你的态度确实是怪怪的。对啦，就是我把子婷杀落去的啦，我的歹性敌啦，我吼歹性毒性啦，我无效啊啦，我刚好会让厝内底的人怀疑尔，啊，无你快给我送去警察局啊！我了然啦，我老，我无路用，我了然啦。啊，搁有一件代志，我唔知是毋是应该讲出来。什么代志？你伫疗养院门口看完给小胖的时阵，你毋是莫名其妙惨叫跋倒，我看到是你妈伫个背后甲你塞，这敢有可能？你确定你无看唔到？我确实有看到，我嘛真正想无，我嘛唔敢相信，是安怎？妈会安尼做？妈，顶个话恁甲我讲过，大头兵因大兄来找麻烦的时阵，是你甲我杀出去。郭志勇嘛讲，伊感觉你对我敢若有敌意，啊，佫有今日你安尼对待子婷，你敢知影？你安尼做就有可能伤到伊腹肚内面的囡仔。麻烦你。原来你就是安尼看待我的吼，葛志良要安怎看我，我拢不管啦。你是我的新妇呢，我甲你当作查某囝同款，啊！你竟然……妈，我无这意思啊。妈，你莫安尼针对文玲，咱讲这件代志就好。监视器的画面是袂骗人的，连小安嘛讲，伊有看到，感觉你怪怪。妈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好啦，我来跟你讲啦，你敢知影我食迄药有啥物副作用？我常常迄哦，迄脚手拢袂对当，啊，迄手哦拢无大通控制。你敢知影迄是啥物款感觉哈？我惊你烦了，我拢唔敢跟你讲。我哦为着要控制我家己的病情，食遐药啊。佮惊恁操烦，我着家己忍受这委屈。
去吃遐药啊，结果呢？结果你唔淡薄关心我，佮予恁只囝儿是实怀疑。我敢会去做迄款夭寿的代志哈？啊，够你啦！你是我一心一意想要弥补的呢。你是我上疼的后生，我敢有可能会去害你？我看哈，我规矩去把廖永仪退掉啦。按照原来计划，叫麦克哈陪我去瑞士安乐死啦。妈，妈，你莫安尼啦，拢莫甲我动，拢莫甲我动啊啦。惠婷哈，我即马所有一切拢已经交予孝安甲嘉良啊。那是我之问吼，对我来讲拢无重要啊。我即马就是一个无路用、老苦苦、头壳空空的老花啊！我干来造成恁的困扰尔。妈，是嘞啦，切切拢是我唔对，我不应该怀疑你，真就是嘞。是啊，阿妈，拢是我唔好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拜托你莫安尼好无？哎呀，阿妈，你莫想遐尼济啦。啊，虽然讲梁静川的药啊，让你有淡薄啊神志不清，啊，佮有一寡唔知影副作用，啊，不过至少让你的病会较好啊。我真正替你足欢喜的啊！所以哦，为即马开始，我着哦定定陪伫你身躯边，啊，你着莫想遐无好的代志啊，吼。夭寿骨嘞，啊，平常时啊都已经有够黏贴贴啊，搁要定定来陪我，啊，袂用的啦，绝对袂用的。妈，小安讲的无唔对啦，我若无去想到你食这种药啊，有遮尼大副作用，我阁安尼怀疑你。对这么开始，我们跟他一起孝安，哇，文玲、子婷，人美人心，我哪个较定金，我较体贴，我较照顾你，我你安心，我可稳。我七声路够嗨，那好恁这阵人啊，规工对调调，我是要哪活落去啊？刘总来，多谢恁的配合调查。耽误恁这么多时间，我较歹势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佮安怎讲，过去的代志确实是阮爸主导，造成郑燕，包括我兄妹，还佮有遐尼侪不孝人受害。我只是真淡薄心命。以后大川就是我佮阮姐接手。赵队长，若是有需要阮提供资料的所在，你尽量开找，我拢会配合。多谢恁啦。来嘞，欢迎你开啊。啊，哎，对了，刘总的。我刚刚有一件代志，我需要跟你讲一下，要唔过？对啊，变形人机。赵队长，你先讲啊。我刚刚我需要给你看一下监视器的画面，在银行内底，这跟木村监视有关的。要回去公司，我外口叫车就好啊。郑爷，我敢会当甲你借一下人情？什么代志？有一挂话，我想要甲伊讲，才一点钟就好啊，你应该袂见怪啊。你是阮的朋友，我无什么好无放心的。多谢你。所以你怀疑建师私底下跟阮爸斗相共，甚至提供伊多公司的金钱。刘总诶，请你莫见怪。我相信阮警方办案的程序和方向，你应该拢足了解。你和梁佑胜、和木村建师，拢是牛建川的亲人，所以讲本地恁资金的处理，阮就会特别注意。来，你看。这纸票的号码拢是几工前木村建师伫个银行所换的，真奇怪！恁的活动明明就是办伫个台北市，哪会有一两天居然出现伫个家人的随便？我即马就会当合理的怀疑，真有可能木村建师
暗中有向梁新川寄，然后把这个钱摕回。不过，蛮可能建设领这个钱是给员工的奖金，迄个员工刚好用这个钱去家人的随便消费，这嘛上可能啊。安尼讲，嘛确实有可能啊。要唔过，对阮警方来讲，是绝对袂放过任何一条的线索。即马，阮已经有掌握到搁较清楚的所在啊，较暗，阮就会准备去搜查。我感觉，我需要甲你讲一声，希望你会当理解。这是当然，恁公事公办。问到底伫咧不倒地出啦？强强叫我来遮，我遮尔啊神秘，啥物拢唔讲。坚持爱我穿即双鞋仔来，伊到底想要创啥？看伊背影。我会感觉有淡薄孤单。戴曼，你来啊！你穿这双鞋啊，是真足水的。好看的啊，相亲拢嘛足水诶。是讲你是安怎特别交代我，卖互这样带来啊？敢是有啥物代志无用互伊知影，还是你需要我家己斗相共啥？敢袂当花这一点钱较轻松诶？我只要想着，以后萧正燕这讨厌的人，逐工拢爱伫我身躯边做工课，我就笑袂出来。你即卖讲的这讨厌的人？是我决定要做伙一世人的人诶，你敢会给我一挂面子？而且伊嘛是为着你聊落去，连杨世英爸迄边拢放弃啊，就因为你一句话，伊就决定要留伫咧台川甲你斗相共。你马上是真讲义气好无？萧正燕伫想啥，我真清楚。伊若是当去勇士，伊就爱对王尚豪婆婆塌塌诶，听伊话做代志。伊面子是有袂落来，啊，不过伫我遮就无同啊。伊想要安怎发挥拢会用诶，搁较戆诶人啊，拢知影得伫我即个头家，才是上好诶选择。郑燕是真心想要甲你斗相共，才袂甲阮姊夫袂合咧。你搁袂讲，我就要来找。好，卖讲卖讲啊，萧郑燕好棒棒，安尼会用袂？我就知影你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其实你一点拢袂讨厌郑燕，对吧？是我都讲有好感嘛。啊，不过至少我会当确定，伊对你的感情是袂输我的。伊同款会当为着你，无顾家己的性命，这点我拢是同款。爹妈。其实我一直在找机会，想要好好甲你说多些。这段时间，你为着我所做的一切，我拢藏在心内。若不是你，我可能到最后还是予郑燕温骂，啥物拢唔知。甚至我可能连伊最后一面我拢记袂着啊。张雨欣，我最后一次甲你讲，莫阁甲我说多些，若无我就摆另你这朋友啊。我有讲过，我为你所做一切，拢是我家己欢喜甘愿的，因为我是真心介意你。爹妈，你免紧张，我无其他意思。其实我顶多爱感谢你，因为你，我知影生存，嘛是一种幸福。爱一个人，无一定爱甲白条的。会当看到对方幸福，家己嘛会当感觉快乐。
点么？你甲佑胜拢是我最珍惜的朋友，我嘛希望会当有一天看到恁找到属于家己的幸福。张元兴，敢会当卖伫这猫门，讲到遐晦气的人，你敢会当好好专心面对你头前这人？毕竟以后咱会当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应该不是真多啊。你是要去倒啊？你袂甲大川这个技能当予幼青姐甲郑燕，你就做你走吧。哦，原来我伫你的心肝内是这鸟无责任感的人啊。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啊，话莫阁讲啊。我知影我家己毋是一个真好的人，啊，毋过想袂到我伫你的心肝内竟然这么歹。我就讲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讲想顶。我甲你讲真笑诶。你约我来这，就是要安尼创着我。好，你成功啊！你这个幼稚鬼。那些当比肖正业，较早识识你，然后呢，伫你心肝内去啦，是不是就是我？你还没回答我，你拄则是安怎讲？咱以后见面的机会无多啊？你是无简单，才会当在肖正言身躯边的。伊一定是甲你黏条条的。我若是阁参像即马安尼，常常约你单独见面，安尼我肯定嘛会歹势。所以我想要珍惜即马，就干脆我甲你两个人。感情也是安尼。当然是安尼，啊，不过今日上主要的目的，就是有一份礼物，我想要送你。这个手表足水呢，不介意吧？这是要恭喜，你会当重新登去你心爱的人身躯边，会记两片。我就介意，多谢你。我嘛会甲郑燕做伙去捡礼物送你。这个时间唔对安尼，我调整一下哦。爹们，这个手表是不是故障啊？怎会拢袂叮当？我是超工用歹去的。你开钱买一支这么贵的手表，然后超过家用歹？我希望你看到这个手表的时阵，会当会记得有一天会变为四号。暗时七点三分，有一个人真心介意着你。稍等下，即摆是几点几分啊？哦。7:03。8月4号7:03，你还记啊？这就是我爱着你的时间。8月4号7:03。多谢你阿哥的爱，我希望你们幸福啊！这。这是一个纪念品，你要做你收来。你是不是真正要离开啊？我哪会感觉你怪怪？我是当走去倒位啊？又清洁，啊，搁有迄个中心做人的小微良品，全拢叠加。啊，不过。啊，紧看，有烟火啊！
什么烟火啊？靠耐心诶，这是我跟你两个人头一届做伙看烟火呢。看烟火，人生，这嘛是我跟你最后一次做伙看烟火，请原谅我无勇气跟你讲再见，虽然真不敢。不过，我最后还是会退出来，祝你幸福。妹妹，你看这烟火。佑胜，你是佑胜。你总是会当看得出来，我甲伊也无共。爹妈不会阁转来啊，对无？我原本俩准伊啥物拢唔惊，想知影，也是唔敢面对离开你这件代志，所以伊才会选择不告而别。我听到，伊就是想要用这灿烂的烟火表达伊的爱情，所以才会在烟火结束进行离开。就这样就符合伊轰轰烈烈的个性。那安尼，我敢搁会记着伊啊？我听到。都是讲伊疗伤煞，伊就会阁出现啦。爹妈，我会永远会记得你的，再见。虽然我知影戴门甲我甲人生斗相共真多，不过互因单独相处一点钟，我还是有淡薄未放心啦。人心，真燕，你哪会来啊？一点钟不是还袂到，你哪会这么紧就来吃饭？无多啊，这个店门我人想过袂放心。你看，放烟火，搁送礼物，这样做后生囡仔欢喜的步数，我若无甲你顾掉，都会怪你。爱哭爱戴就讲，搁找这么侪理由。你敢袂真正会怪去啊？莫闹啊啦！而且，伊是药师，爹妈已经离开啊。无怪，你要搞借一点钟甲你相处，原来是要甲你说 goodbye。你嘛较早讲的，加乎你五分钟，我嘛愿意。你想我是卖七个弟们哦，伊即卖只是闭起疗伤，无代表伊听袂到，你得甲伊呛声哦。好，麻烦你要甲伊讲一声，好好疗伤，卖出来乱乱说，算我今日好。好啦，
伊个店门今年开啊，我著朝伊先等。耀真，再见。人心，我嘛有话想要甲你讲。人心，我嘛介意你。这是我为戴门身上学到的，要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心意。等等，无论你现在是怎样，我真无简单送走一个，你一个过来乱，你别逼我抗拒，明仔载我要去上班了。你放心，我早就放下，我只是把我真正的心意讲出来。今嘛，我是真心祝福你，看见中意。希望你的爱情会当圆圆满满的。尤森，多谢你，你甲戴门永远是我上好的朋友。有你这句话就有够啊！今嘛你会当放心嘛哈？戴门袂破坏你的感情，我了尤森，搁较袂安尼走。我相信你。明仔载唔通罢工啊！公司见。好，明仔载公司见。我先来。你行较慢个啦，身体才拄好呢。是，老婆大人。我刚用爸爸就被亏了。啊，不会啦，等一下啦，站好。欢迎回来，Welcome home。这就是你无用几工的事情。我知呀，你这久无倒来处理啊，所以我就想讲用上热烈的方式来欢迎你倒来，让你有倒来家己厝的感觉。安怎？够介意？嗯，佳翠，多谢你。讲实在，我无想到有一天会用倒来遮。经历过这样侪代志以后，我就更加确定，有爱的所在就是家。家有我，甲明凤妈妈对你所有的爱，所以不管你伫个外口今年过啥，这个家永远拢伫遮等你。最后你得回来。不过妈已经无伫个，我还记得我看过一段话，顶款写了足对的，真正予人消失的，不是死亡。是这个世间永远无人会记得伊啊！我绝对无可能把阮妈放袂记。我嘛是啊，妈永远会活在咱的心内，永不消失过。多谢你，我这世人为了阮妈做了真正确的代志，都是错哩。你嘛代替我，又好伊一阵啊。所以这个厝唔但有我的爱，佮有明凤妈妈对你的爱，咱要到底加一世人。嗯。啊！迄当阵我叫是我要无名，把这间厝送还我。这是啥？拍开看麦。观众哥已经把这间厝过给行李了，他又替你去牛角把你的行李整理回来，
为就是要让你在这待无烦无恼。安尼就等于我无报答伊，伊怎了甲我斗相共？伊讲林工，你搁准备搁较好、搁较大个礼物，予你个孙仔就好啊。吼、哦，伊对你这个小弟真正是无话讲的。是啊，即阵啊，若毋是伊支持我照顾我，我无可能坚持到即马。好啊，莫艰苦啊，代志拢过去啊。以后有我甲你做伙报答观众哥。嗯。啊对啊，还有一个足重要物件未摕出来。是啥？回来厝的感觉就好。这敢是生日蛋糕？不过我的生日已经过了。相公，这是生日蛋糕，这是重生蛋糕。重生蛋糕？嗯，咱的感情重生啊，所以当然爱切蛋糕庆祝啊。小翠，是嘞。之前嘛，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，咱的爸爸，还有阮妈，不是用我一句失礼，都无法弥补的。你的心内，感情才无怨我。我无法度讲，遐个空缺已经无伫的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伊会坚起的。虽然伤痕永远拢伫个，啊，不过只要有爱，再看有嘴就袂阁疼。我干那知影，我袂用阁失去你啊！今摆我想要甲你做伙向前行，咱家日子过了好啊，咱的囡仔总有一天会回来，到时妈伫个天顶一定就欢喜。放心，我一定做好，予你，还有妈看，绝对袂阁予你失望。不管你是肖正彦还是王正彦，我拢知影我爱迄个善良的林森，永远不离开过我。小四妹，多谢你，无放弃我。哦，大姐，啊，我游泳输掉，我有做鸡汤啦。大姐，咱要去看平轩，顺便把鸡汤找带恁。够有必要这么着急？啊、哦！我真无简单，等到今嘛，会用甲你争。你竟然甲我撒开！啊，好话啦，你也毋是囡仔，伫遐加什么委屈啊？紧甲蛋糕食食，好来去买。来。是老婆大人。你欠我一个钱。洪安琪啊，你把大家都叫来，还搁隔一个面腔，还让大家在这大眼瞪小眼，不然现在是怎样？是要讲什么话？你会感觉心虚就好啦，无彩丽红搁叫你一声阿姨，你竟然使人去做迄种代志，害伊差点连命拢无去。我叫阮爸来替丽红主持公道，敢无道理啊？谁知伊这么两公啊？
做媒人敢有咧包生囝的啊？家己含万，敢怪对我才来？金花啊，你到即马搁伫咧拍哪凉哦？伫冬花时阵，我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莫乌白出主意。你是李红的时段呢，囡仔人唔爱代志，你无替伊打挡啊，就准拄煞，搁继续使咯，伊去做迄个戆代志。啊，即马伊巴肚下加一空啊，你拢袂感觉歹势？囡仔人，李红已经大人大正啊，有家己的主意，想要做的代志，莫代别出代志哦，拢牵头对我遮来啊。我甲小鱼离开办公室的时阵。你甲李红还搁伫咧内面呢，谁让你袂靠近伊啊？你嘛欠骂啦！早就甲你叫过过啊，叫你莫一日干哦，拢想迄杨小鱼，你就是唔听，算什么苦肉计啊？不甲家己受伤，你真有够憨蛮的。你是要烫啦？敢做唔敢当？啊！烧啦！烧烧一卡死啊！你别死到入去啊！为着一个查甫囡仔吼，连命都无要滴啊！我彭志明，那生你这戆囝啊！哎呦！好啊啦，莫安尼一直念，一直念啦！啊，你红拢已经变安尼啊，一直念有啥物路用啦？哎，蛋姐，蛋姐，爸妈，你红今日出这种状况，上应该负责任的人就是宋金花。敢唔讲恁拍算恁就要放伊煞哦？啊无嘞，恁爸妈心肝内真清楚啦。伊生着一个戆后生，毋才无话讲啦。难道是你彭安琪？真正有够奇怪嘞！自入来到即马，一直找我的麻烦。你是看到我甲尼克伫讲话，所以臭汤拢恰恰倒啊？即马要开始起笑？想起笑？你想起笑？你全家拢起笑啦！对啦，起笑啊！恁拢起笑。宋金花，彭一家就是因为有你，才风波不断呐、啊。安琪啊，恁做计划是啥物意思啊？我敢有讲唔对？彭一家就是因为有宋金花这个查某啦，才安尼不得安宁，把财产给伊拐走，嘛为着伊委曲求全，伊连我的未婚夫拢想要诱拐，即卖连李芳的感情伊嘛要乱啦。我看哦，你根本就无想要和阮平家过好日子。无，你即摆是当作我食饱营养无代志做甚嘛？我是恁爸带入门啦，啊，伊心甘情愿把财产过给我啦。啊，若恁妈家己要选择委曲求全啦，啊，若你个查甫人诶，就是因为互你关死死啦，无都喘气啦。啊，若彭丽红啥拢会倒伫咧遮，就是伊头脑无好啦。啊，倒一件代志跟我有关系啊！你搁真够推卸责任嘛？那呢，我问你，是毋是你叫人炸毒啊？去毒李红诶？你先怪李红，相信你的办法有法度扳回杨小鱼的心，然后才搁找杀手来甲李红处理掉，最后才顺理成章，互李新甲平家的产业规划放弃，这就是你的打算对吧？啊！你搁想对遐去哦？彭安琪，你真正用尽心机想要诬赖我诶！回答我，今天你甲我看是不是错事？李芳啊，到底是谁叫你演这出苦肉计？你家己讲啊！是我家己自导自演。彭丽红啊，你！哎呀，就是我啦，就是我啦！恁哦，莫误会阿姨啊啦。有听到无啦？冤有头，债有主啦。彭安琪，你家己的查甫人抓袂牢，你着甲小狗同款，安尼乌白飞呢？我看你是对家己的内在跟外在一点仔信心拢无，毋才会甲我当作情敌同款。我建议你啊，找一间较用的啊。早起去挂精神科啦，下晡去医美打掉重练，快快进上班啦！宋金花，你好啦，安琪啊，金花是你阿姨呢？阿姨，你是有啥物资格做我的阿姨啊？伊拄只讲遐口说我的话，刚刚爸你拢无听到？彭丽红，我告你啦，
我伫咧替你抱不平呢。你所咧替伊讲话是安怎哈？妈，你嘛同款啦！恁一个啊一个啊，目睭金明看伊安尼口说话，你所拢结点点哦。啊好啦，这是病医，莫安尼吵吵闹闹啦。安尼吵吵闹闹，你方是要哪休困啊？妈，袂歹啦。唔呐，李芳加较捌代志，连大姐拢较有捌当啊。那呢，恭喜我呐！请问我该会当走啊？哦，看起来是无人会当阻挡我啦。李芳啊，你好好休困，把身体养护好啦。爱记，补脑的物件加减吃寡啦，较袂让恁爸一干干骂你讲哦，你拢无正着伊。漂亮买港口啊！下哎，宋金花你阿奇阿奇，你要创啥？宋金花要做何做？讲遐话啊，靠西你用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姐啊，无要紧啦，要靠西就去靠西啊。你好，我莫管我莫管爷爷无，我会当出去行行，袂出去行行。吴米，吴米，吴米，啊，回去啦！伊要涨啊，回去涨啦。啊，不过我惊伊去找金花麻烦啦。这是病院啦，人遐多，伊找到金花，伊嘛无法度对伊安怎。难道是你啦？恁爸唔知影要安怎讲你才好，你真正是哦。我知影我做唔对。别跟他出一支嘴啦！啊，知影反省，那无你早晚会出大代志哩。阿咪啊，李红就交予你来顾啊！啊，医生讲要带几工，就带几工。我吼无用几工啊，足忝的，我先来。哎。是啊吼，安尼气噗噗哦，伊绝对会走去找宋金花算账。你去你看卖啦，伊若是哦，刺激着宋金花，宋金花哦，甲我先生代志全拢压压出来，看是要安那。好，我来去啊。洪安琪，你放手，放手啦！哦，无即个是安怎哈？你看你爸妈无外患，所以头头对来是要来阴的心嘛。无怪人会讲啊，查某囝啊拢是敬着老爸啦，你着敬着恁老爸阴天卑鄙啦，专门用傲包。我看你连你连死四个字哦，无一字捌的啦。至少我无参像你啦，望阮陪伊。当初阮爸收留你，互你食好做辛苦，互你这种出身的查某，就算做甲死，拢得袂着名声甲地位。结果你是安怎回报伊的？你趁平家有困难的时阵，恶扫平家的财产，搁对阮爸不忠，想要用我卖尼克？彭安琪啊，你的台词敢会当小改一下？规工踮在复制贴上，我听到就烦的啊！我就敢来遐复制贴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你敢拍啊？我想要哪样干？你就敢拍无？你卖聊总讲我同路你包容，你是应该啊！你是你妈的公主，不是我的，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治你的公主病。你真袂瘾笑的查某，你是真心假死我？你就是假假死了你！这小查某，你看人假死你！你在从啥？你在从啥？卖小查某！你放开，放开！什么啦？对阿弟袂帮，完了无够，怎么讲要相骂是？那是传出去哦，我要让人讲你人话啦，想什么体统？行啦，我倒来去。妈，你真正足奇怪呢。拄食伫咧病房，即口查某啊，伊口舌利红，对我呛声，搁对爸讲话无客气。你自头到尾拢结点点就准拄煞，即摆搁阻止我来找伊算账，你到底是安怎哈？即摆你红看着伊纠结，敢讲连你嘛无依法的心？我拄才已经讲过啊，你红受伤。嘛，不是啥物公平的代志啊！你安尼吵吵闹闹，你去警方的注意，是会害你红出代志的。搁再讲啊，
李宏拄则嘛承认啦，是自导自演。你是安怎一直要找金花麻烦啊？卖搁乱啊！搁倒来去啊！呀，我不爱啦，我就是要将话甲伊讲清楚啦。那是让伊走去，以后一定会愈来愈无存在，愈来愈可惜。安尼以后就无人会咱家压楼底啊啦！你即摆这么激动，是安怎讲话讲好清楚啦？对着拍伊，讲要安怎？拍就拍，我袂拍输伊啊！你卖搁乱啦！安琪讲的无唔对，大姐伊今仔日确实怪怪，平常时啊跟我呛声，感觉理所当然的就是伊。啊，伊既然会跳出来替我讲话。敢讲洪丽宏已经有甲伊讲啊？妈，你莫管我啦！洪阿姊，你上好莫走哦。咱今仔日踮咧只甲话讲好清楚啦。你真正有够白目的，恁妈还佮丽宏拢知影心虚爱点点，敢若你硬搞我甲死死唔肯放的。不要紧啊，你著继续抓我。等我忍袂住的时阵。我就会把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全部都讲出来。苏金花，你要把阮母仔逼到死，你才甘愿是无？大姐，你别坑我嘞！妈，宋金花是在讲啥？什么狸猫换太子啊？你莫遐宋金花，我袂讲啦。当年什么代志都无发生啦，大姐啊！我拄则无讲到当年两字哦，是你愈讲愈多。大姐，你真正歹讲哦。我卡说你若继续隐瞒，我今日就来伤的。宋金花，你袂晓讲啊？好。我卖讲，你甲讲。妈，宋金花到底是讲啥的啦？啊，你是惊啥？那听着宋金花讲一句话，就面色青春顺哈。大姐，我予你机会，甲安琪讲心事的，啊，你也袂讲。啊，是你惊讲出来了后，安琪会认为你毋是一个完美的妈妈。宋金花，你是在讲啥？无阮妈到底是有啥物脏头垫在你的手的啊？安尼互你威胁？大姐，你袂讲哦？那呢，我要讲啊、哦。当年有人将伊大宝位置去用手去，将家己生的查某囝送走，就是你的小妹。送走了后，去甲人换一个不生财的后生。你讲啥？宋金花，好，我的查某囝已经下落不明啊！我大概想用底，我就已经感觉甲要死啊！咱妹妹拢是做妈妈的人，我无要求你遮小心备心，你是安怎伫买我的香水？你无要啊！这无可能，妈，你紧跟我解释，你到底是讲啥？大姐的意思是，伊还佫唔知伊的查某囝伫眼前，看起来彭丽红嘛，敢若敢对大姐讲出一半的真相，这个还袂煞哩，我还佫有机会慢慢啊甲因算。妈，你紧讲啊，你紧跟我解释啊，彭安琪。你莫硬靠家安尼啊！你着莫逼伊嘛。你哦，我好安慰伊。你家己嘛爱较坚强的哦。妈，我拜托你，你紧讲话好不好？像我拄则讲的，敢是真实的？丽宏，毋是我的亲兄弟，敢有影？
你是安怎拢无讲啊？那不是我拄好伫咧急诊拄着你，那安尼我拢唔知影你的身体状况变成安尼。啊，你到底是啥物原因？无想要接受治疗？你若是继续安尼拖落去，你真正会死，你敢知影？我无想要让你拄着啊。那不是新创那边雄雄和检调搜索有甲几个病鬼，我找袂到秦博士，不得已，唔只会走来遮挂急诊。你若有啥物困难？你先甲我讲啊，不管是医疗上的，还是你家己的代志，只要我做会到，我绝对会甲你斗相共。我家己的身体，我家己的嘴，免你烦恼。我哪会无烦恼啦？阮爸对你不疑在身，啊，我这日做后生的，想要替伊赎罪，这嘛是应该的嘛。所以你认为，只要让我好好活落去，就算是替恁爸赎罪啊？你敢真正感觉安尼就有够？有够无够，是你讲的准绳。啊，不过不管最后你是想要对阮爸报仇，还是想要放下这一切，你拢要好好活落去，才做会到嘛。你敢有甲你的身体状况甲阮大姐讲？伊敢无可抗力，叫你接受治疗？我袂甲伊讲。啊，不过不是我特工要辱骂伊，是逐摆我想要甲伊讲的这件代志，就希望有代志发生，害我一句话一直讲袂出嘴。啊，不过我想这应该是天公伯的意思，但是伊是真心爱我的，我也无希望伊伤心，就顺其自然了。黄安琪这小查某，真正是愈来愈过分。卡袂了，就是要去卡动手。我家在，我无咧惊伊啦。超工家放火，我都唔相信伊袂想阁做伙搭。看伊以后阁敢用迄种态度对待我。你嘛知影，伊是真心对待你。哪里你又阁较应该接受治疗啊？你安尼多拼，只是会让你的病情阁较严重，安尼同款伤害着伊嘛。你是伫甲谁讲话啊？是谁破病需要治疗？敢是哥？你讲我爸接受治疗就一定好，但是赶快会死。今麦讲，你会伤心。我若死，伊阁会伤心一摆。这对安晴来讲是两摆伤害。是尼克？那是伊？伊的身体是安怎？应该不是要来庄家送我花啊？再来，我就无用，恐惊无什么机会，搁见了宋律师啊，所以我想要邀请你应安，做一下安堂。无怪，无怪伊的面色这么歹，无怪我会感觉伊是要来向我道别，原来伊得着绝症啊。你还跟石头同款啊，讲拢讲袂听。我是医生的，我讲你爱接受治疗，安尼上少你嘛要加我一段时间。到时哦，你有足侪还未完成的代志，你拢会去做啊。你敢知影？活了忝啊，是啥物感觉？我即马若是接受治疗，也无一定会好。我那就要忍受治疗过程的痛苦。啊，你的亲人呢？伊拢无想要加落一点仔时间，好好陪伴伊吗？就无任何一个人会当让你有活落去的勇气。拢过去啊！我失去伤济啊！即卖的我已经无资格甲任何人牵亲连戚啊！这只系有要紧话的人。倒下搁较做遗憾，你安怎来固执啦？原来你是安尼想的，所以连我拢要温暖。妈，我先去顺包，阿姐就交予你啊。
无用规工啊，无用到慢慢啊去互我烧着，真正是有够衰衰。啊，厝内流的水也无甲我斗三工，就准拄煞，搁甲我遐柴天火倒。我为着这个家付出遐尼多，恁到底有甲我感谢过无？我这张大树若倒落去哦，我看规家伙啊，就同家散脱啊，了然啊！哎呦！那有鸡汤的味。啊！互因气一下也煞袂记，敢若会记哦？摕猪血汤互李红，煞袂记哦？摕鸡汤互李行啊！哎呦！哇，加载啊，搁烧的呢，紧甲送去。哎，哇！你会来办公室找我，总共送我花，搁要约我出去，是因为你知影你家己的身体有状况，你感觉你家己会死。所以是要来向我道别，一个人常常离开。你到底得着什么病？是安怎会这么严重？安琪敢知影？若是知影，像万一嫁予一个得要死的人，原本我俩曾讲我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啊，今麦看起来是我想乐观了。你到底得着什么病？这敢有重要？规日拢是爱死，你知影有啥物意义？你袂讲，那安尼我会当问你先。我想袂到，我对你来讲，这么无重要。就算讲你是安琪的男朋友，咱毕竟。跟别人无同款，我对你，你对我安怎？我对你真重视，所以我希望你会当向我坦白，我才会离婚。是因为我生做，甲你真正的男朋友才成的。啊，不过你嘛只是甲我当作是个替代品，利用我来打击骗家。假使你若只是利用我的这种关系，那呢，我就无需要特别向你交代。那是我人还阁好好，反正我阁会考虑继续甲你配合，以前给。不过即马，我已经无偌济时间啦，我无希望因为我家己问题影响到伊的心情。假使你无希望伫咧人生最后浪费时间，那安尼你根本唔免专工来向我道别，因为我对你来讲，只是利用你的人，所以你唔免管我安怎想，你嘛无需要这么要紧，我是不是知影你的死？我只是无希望家己，像路边野狗同款，死拢无人知。所以我才会姐姐甲身躯边的朋友去道别。你毋是上特别，卖甲家己想个遮尔重要。那恁安琪嘞，我拄则听个真清楚，你无拍算要向伊道别，伊是你的未婚妻嘞，你拢会当向我这个无特别的人安尼告别？伊甲你遐尼亲，你既然无拍算要甲讲，
是因为你要照着别人，让伊知影你的死。啊，即马厝内乱糟糟，就干那立新袂互我烦恼啦。趁即马，好好啊甲立新，搁好爸仔仔感情，以后我搁会用个有一个囝用我靠个。这是我甲安琪个代志，我无需要向你交代。啊，毋过咱毕竟，佮别人无共款。我敢无资格会当问，还是你根本把我当作是野狗同款，要把我安尼踢开？我有要紧的代志，我先走。我还没讲完。你搁想要讲啥？我唔管你对我有啥物看法啦，我拢袂追究。我甲咱希望你会当照实治疗，无得甲你会好。就算像你所讲的，你的病情已经有较好啊，想让你袂继续，无得甲有奇迹出现啊！我已经确定，无可能有变化。我只是无想要浪费我性命最后时间，伫病院等死。有啥物代志比你性命较重要啊？敢讲你要坐在这短短时间内？去向你的家伙一个一个道别，佮继续替因做基金，啊！你敢袂想好笑啊？听我的，继续接受治疗。可是你有甚物需要，你会当甲立行讲啊。我嘛实在真济人，无得可会当替你找着我落去的机会。你敢真正希望？我继续活下去，咱的牵连若愈深，你要我安怎向安琪交代？你认为我会跟你哥哥在心？你放心，我不是这种查某人。你会当回去安琪的身躯边，你会当带伊，甚至你会当家己带去讲话。咱若无伊，逐天拢会找我的麻烦。啊，不过你若死啊，伊死去我靠，伊会找我出气。伊已经有够累啊！可是你真正死，我唔知伊会变作安怎，我真正唔敢想。你放心，我离开政治，我会好好开。到底要安怎？这去才是治疗。假使我讲为着我，你敢愿意？金花甲尼克，啊，因两个人伫地心的办公室伫创啥？请你一定要接受治疗，好好活落去，为你所做的代志负责。可是你若选择放弃，我会用剩的时间，逐天甲你勾勾缠，逐天甲你吵，甲你乱，安尼你听有无？因两个到底在讲啥？金花啊，那目屎流目屎滴。我已经够了。又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艰苦啊！我唔知影人，佫叫是你死翁啊呢？李奶奶，你滚怎啊？你想伤多啊！我是寒鸡汤来给咱囝啉的。
结果，唉，囝无看到，煞看到你甲我未来的囝婿两个人啾啾喳喳，丈母甲囝婿安尼，实在有够歹看的啦。你到底是要安怎？敢卖我演一遍给你看？两个人就是安尼，依依不舍，互相叫的，搁深情款款流目屎。你是我查某，你拢袂记恩？我流目屎是安慰我尔，你是想到倒位去啊？我想到倒位去，我想到哦，眠床顶去。你当作我无看过社会事，恁两个若无安怎，你会为伊流目屎。恁两个人一定袂记情的代志。啊，我想到啊，正经掠狗的代志，凡事是真的，是恁大阿兄替你暗看过去的。陶启明啊，无你到底是安怎啦？我的流目屎是因为我知影你较破病啊，伊剩无偌济时间。你听到一个熟悉的人伫要死啊，你敢袂艰苦啊？原来你就是这么无情无义。伊若死，我替伊歹歹做啦。伊愈早死愈好，安尼我等到欢喜，安尼伊就无法度一方面甲你哥哥的，搁一方面又怪我查某囝。你真正是无情无义的。你敢那顾你家己啊？别人的死活拢跟你无关系啦，哪能安是会艰苦嘞？你是不是嘛有感觉袂要紧啊？天公伯啊，你总算有目睭啊，肯收走一个妖孽啦！三太阿姐面色这么歹看，就惊离开，嘛无愿意跟我讲啥，一定是干嘛无功劳心。有目睭，你绝对无好买啦！我早就甲你讲过，伊毋是一个好人，你就毋听。伊的死活甲我无敌待。啊，不过你是我的水，来顾虑着我的面子，袂用讲水伊无面分。你着用伫外口讨客兄，还是请我未来囝婿做你的客兄？你真正是愈讲愈离谱。我讲过，我的艰苦是因为破病啊！我所你讲到遐尼歹听，我今嘛就看到你是安尼，我的查某为着别个查甫流目屎，这对我来讲是种侮辱。你莫讲，伊要死啊，就啥物拢唔惊嘞？那是我无欢喜，我会让伊死了，搁较紧，你要信无？爸，有够啊！你凭什么安尼讲啊？你只有差别人死，真正足实的。甚至讲阮妈侮辱你，这么多年来哦，阮妈和别人咧嘀嘀嘟嘟、细一细的叫，伊有完为着平家做有做咩，嘛替你出过足侪人。你今仔日哦，就算讲伊要走，你嘛无资格甲伊阻挡。伊青春已经浪费，足侪伫咧身躯顶。你这妈是讲什么笑话啊？你竟然讲恁妈反背恁爸，一点仔问题都无？你是读书读到脚趾歹去啊？就莫讲阮妈甲你无名无分啊！就算讲伊是你的某，伊倒一天想要离婚，去追求伊的人生，这嘛是伊的权利啊！伊甲你做伙是伊愿意，毋是你甲伊绑掉。伊毋是你的宠物，伊嘛有想要走的自由啊！你这歪理我无想要听，恁少年人吼一点啊伦理观念都无。爸爸甲你讲，查某人就是爱做人的太太，做人的妈妈，袂当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有知影无？哪能你嘞？你敢有做一个翁婿，一个爸爸的款？你一直伫外口偷食，干那替你生囡仔的查某人就有三个。其他的哦，按他想拢算袂清楚啦。
你有啥物资格会当摇古巴？换啊换啊！天地颠倒变啊！好，爸爸无想要甲你争，非伫这尼克就毋是什么好物。伊又怪恁大姐甲恁妈妈高高低，我一定爱互伊受到教训，连伊死，我拢袂互伊好好去死。爸，你真正受苦啊！你唔拿干嘛当作私人物品，嘛无甲良名当作一回事的。你以前做过同款的代志，啊，今嘛还阁唔知影悔改，敢讲你歹的人名还阁无够侪？你今嘛是在讲啥？立新，你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啥物同款的代志？妈，你唔免阁继续温骂，这件代志害你痛苦这么侪年，今嘛你知影真相，你唔免阁替伊温骂，伊根本就无甲你的痛苦当作一回事啊！伊安尼侮辱，甚至想要害死尼克。我侮辱啥？我讲的是实在话。这几十年来，恁妈妈吃好用好，除了面粉以外，你虎咪阿姨有啥？伊就有啥？伊有啥物好委屈的？不过你信啊？你甲我讲，你头拄啊讲迄句话是啥物意思？讲啥物同款的代志，我爱做一届。你跟我讲好清楚，你要我讲，我就讲好清楚。我妈的初恋情人就是让你害死的啦。啊，今嘛，你搁针对尼克，这唔就是同款的代志，又搁做一届。只要我妈介意，你就会想办法去对付，根本就无把人命当作一回事。我妈知影这件代志，拢无讲出去。我问你啦，肇事逃逸弄死人这件代志，富美阿姨敢知影？妈，啥物拢无讲，已经对你就客气啊！你算安尼伤害妈，你无感觉你安尼伤小鬼啊？哎，迄件代志哦，你唔知影头，唔知影尾，是伫乱讲啥？我问你，到底是啥物人，甲你黑白讲的？无人黑白讲啊！过程安怎，你家己心内知知啊？你会甲阮妈做伙，就是因为你弄死伊的初恋男友。在伊无挖口的时阵，趁虚而入，才让阮妈佮阿姑变成你的家己人。迄时阵，伊还佫少年，根本就无可能有理智去面对现实。简单来讲啊，就是你用权势去控制伊。即马阮妈带领是这么侪年的经过，无把这件代志讲出去，你佫唔知影真相。我把财产拢给恁妈妈，啥物人讲我对恁妈妈无好？迄是因为你的枕头伫我妈的手内，你惊代志变空，会影响到你的选举，无得靠，你会让人家去关，所以你把所有的财产拢给阮妈，想要插伊的嘴。不会啊，这就是你的意思。你真正要甲我切，摕我的钱，甲你个小撮走？我啥物拢无讲，相公的讲有这么重要？重点是这件代志是你做的，这早晚哦会变空，所有的人拢会知影真相。爸，你家己想看卖啦，你当初害死一条人命，嘛安尼替你温骂，你还佫处处针对伊，侮辱伊，你要我安怎看？要我安怎接受我的爸爸是这么苦？无论安怎，我拢是你老爸。你是我栽培大汉的，就应该跟我脚共平。我跟你讲，天下间无囝，甲是老爸，你知影无？咱一直拢无亲，自我捌代志开始，你的所作所为我拢看袂落去啊！就是因为伦理，我才会做后生的，袂用反对家己的爸爸。我会怎样拍拼读书？就是我想要赶紧离开家，无想要挖苦你。我知影你一定会讲，你拢是为着这个家。啊，不过我看根本就唔是安尼。这个家所有的人拢是为着你，为着你全部拢牺牲哦。你到底在讲什么笑话啊？阮妈的委屈就歹讲。你要富美阿姨，这是阮妈入门，一个太太
啊接受别人公家红伞，这有偌委屈啦！富美阿姨为着你把吞忍啦，了后你搁利用秀秀去闹织田拓海，就是想要大姊嫁入去织田集团，你搁利用地红做你的白手套，所有你无想要做的垃圾代志，拢叫伊去做。甚至大伯嘛为着你退休，最后嘛是因为你的垃圾代志变空，才煞我出来选。若是我今仔日选掉，我绝对嘛是你的家己人啊！阮这个家全部拢是你的工具，你根本就无甲阮当作是你的亲人。你敢？你敢侮辱我？好心啊！你嘛是我后生，医生陪 ，police， 算我白痴你啊！你连白人甲伦理拢唔知啊，根本是神经！这的话哦，大伯还在的时阵，我确实无资格讲，因为大伯会教死你。啊，不过今嘛大伯无在的，我这个做后生的一定爱讲。啊无，就是不好。我该讲的拢讲啊，啊你爱听唔爱听，随在你啊。你若是继续安尼哦，你绝对会做凄惨啊！你就是恁爸。你把你自己都当猪了！我敢有讲唔对？就是你学袂来，你煞对妈安尼，就因为妈的初恋男友，甲你个生较少想。你就怀疑因两个人有关系，你嘛阻挡大姊甲伊交往，是你家己生伊才疑神疑鬼啊！开心事做多，确实会拄着鬼啊！愈讲愈离谱，恁爸今日就甲我拍死，就当作无生恁这后生。哎，好啦，你是无公家啦，无钱米，你是老实讲，你就是要拍伊。对，你以后拢遐尼阿爸，所以我无需要跟你讲道理。你就是安尼个囝，敢安尼侮辱我？是你伤过离谱，所以连后生都看袂落去啊！爸，你生我、饲我、栽培我，我带人这个情分，这卡伫遮甲你讲这個，这个代志放伫我的心内足久啊，我以前无去报案，我即马嘛袂。啊！唔过，要我甲你当作爸爸来尊重，迄无可能啊！请你即马离开我办公室。好，你最好莫让我知影，什么人甲你讲这件代志。你嘛知影，我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，嘛知影。当我的路无好买，你家己就要较注意。阿无，恁真正会后悔。我会给恁一个一个，我都脱离我的控制，你们信无？请你走。当初哪会做出这种决定啦？你哪会这么糊涂？你拢唔惊代志，若是变空，你会失去搁较济呢？你想讲我这么侪年来，日子过了好是吗？我时时刻刻拢伫咧想这话呢。当初若不是宋金花，生死立心，我逼不得已才会做出这款决定。是想要保掉我大母这个位尔，所以我唔才会讲你哪会这么糊涂。你明知影爸足倚重你，伊嘛足清楚你对伊的感情啊。你阿母的情分，敢是凊彩的人就会当拆散的？搁再讲啦，就凭宋金花一种出身，
爸就算更加戆，也袂为着宋金花甲丽行，甲你踢到一边去啊！你无了解，当初我甲你洗落来了后，恁爸一直甲我讲，伊一直希望有一个后生会当替皮甲传后嗣。我原本想讲，我就顺其自然就好啊。啊，不过，迄个时阵我大巴肚。恁爸甲宋金花有感情啊，宋金花先生后生啊，后生后生，一直要生后生，这到底是啥物观念呐？生查某囝敢无好？这就是因为恁爸有这愿望，我个，哎呦，好啊，阿姊啊。莫怪妈啦，阿妈一个千金大小姐，啊为日本哦嫁过来遮，爱求的是啥？伊求的是一个哦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啊要怪吼，得怪爸啦。路边的野花咧，乌白栽啊栽完哦，佮摕倒来厝。我敢若用想的吼，就知影妈当时的委屈啦。迄个时阵，我大巴肚，我是要承受的。是恁爸有小三一件代志，另外一方面，我需要烦恼的是，我抱倒来这个囡仔是查甫也是查某的，你敢知影？当时恁爸抱你生的时阵，伊看伊迄个表情，我尔欢喜的，还佫看到我的眼泪。我偌尔心跳，我偌尔着急，这款痛苦，无人会当代替我去体会。妈妈，太艰苦了吼，我笑笑，我笑笑，姐啊，跟阿妈笑笑啦吼。笑笑，敢有法度解决问题？最近厝内代志已经有够多啊，即马搁加上这件代志，啊，我规心头乱糟糟，根本就无法度冷静。姐啊，你是不是无要领我这个小弟啊？这句话应该是我爱问你的，洪丽宏啊，你到底是有把我当作是你阿姊无？你知影这件代志的时阵，是安怎第一时间无跟我讲？我当然有把你当作是我阿姊啊，只是讲。我来跟你讲，我惊讲哦，你会生气。你知影哦，我是抱来，你会无认我这个小弟啊？是啊，你安尼问我哦，你毋知我会足伤心的呢。你是咧学袂想啥？咱家底下感情敢有这么薄？我敢是遐尼啊无情的人。咱做家底下这么侪年啊，自细汉困同一滴眠床大汉的，就算咱无血缘，你嘛永远拢是我的小弟。是啊，而且。你嘛算是无辜的，我哪有可能怪你啦？我是去依靠宋金花啦，是伊亲门大户来陪嫁，糟蹋妈，害妈做出迄种无理智的决定。伊无反省，准拄煞，搁摕这件代志威胁妈，无怪啦。我来想讲，恁最近哪会这么奇怪，对伊遐尼吞忍，有在想要安怎就安怎。今嘛我总算知影原因啦。好啊啦，姐啊，迄代志拢已经过啊，莫搁追究啊，嘛莫怪妈啦。我能体会哦，当时哦，妈换囡仔心情啦。迄若我做是我哦，我嘛安尼做。姐啊，你嘛是查某人呢，你嘛应该哦会当体会妈的心情啊。我当然嘛会当体会啊，这种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，我哪有可能唔知啦？我只是替查某人感觉悲哀尔。人生伫咧外口偷食，上痛苦就是查某啊。甚至讲为着不忠的红色去为难巴肚内底的囡仔，根本一点仔道理拢无。安琪，我知你得怪我，怪我把你的小妹送出去，其实我嘛足后悔。哎呦，姐啊，莫去讲啊啦。啊，不过应该问的也是爱问啊。妈，
阮小妹即马人伫咧倒位？你甲伊送走了后，敢讲拢无偷偷去关心伊、照顾伊？有啊，迄个时阵，我甲你个小妹送予一个叫做杨王来查某人，拜托伊替我甲你个小妹送去育幼院。我逐个月拢会寄钱去予伊，麻烦育幼院的人先替我照顾恁小妹。想知影？这杨王来无守信用，把你的小妹偷跑走啊！既然你知影迄个查某的名，那也无去找伊。当然嘛有，我发现你的小妹被人偷跑走的时阵，我暗中派人动用足侪资源去找，人是互我找到啊，但阁无说你，阁互伊走去啊。自伊改了后，伊甲我的查某囝，就敢若是伫这个世间消失同款，完全拢无消失啦。我就伫咧想讲，伊可能是超过伊要想骗我的，伊的目的，就是想要霸占你的小妹。所以妈，迄个杨王来应该就是。我阿妈了。迄个时阵，你爸爸妈妈出意外过身啊！阿你阿妈惊讲，伊无迄个材料，会当请用你，就甲你交互我。若是当初我知影，伊袂照聘照行，甲我的查某囝安尼抛弃。我是绝对绝对无可能做这款交易的。我阿妈哪会这么无信用啊？唔呐，无信用，伊抱走是别人的查某囝呢，害人母仔囝分离遐尼济呢，伊根本就是可恶，阁无良心。我到即马拢无放弃找你小妹，唔知影即马变了安怎，是毋是会当食会饱，会当穿会烧的？第一个烦恼饲袂起囡仔的查某，哪有可能无食着苦？花弟，咱若是找着迄个冤枉来，一定爱甲伊告甲死啊！妈，是的啦，原来我是伫种家庭出生的，我唯一的亲人是阿妈，阿伊既然哦为了钱，会当甲我换掉。阿姆个家仔，家仔妈，你不起嫌我，佮我来惜命命。妈，迄种歹阿妈哦，我不爱啦。我敢若哦，要一世人哦，做你后生。就算你不爱我哦，我嘛哦，拢赶袂走。我保证，我会好好做人，我会好好孝顺你，来感谢你的养育之恩。是我的后生，我一定会维护你的。虽然讲，当年是因为我的自私，害你的人生拢改变啦。我感觉就是的，但可能是我的责任，永远拢是。多谢你，佮愿意爱我。多谢你，继续予我做平家的人。你一直拢是，谁敢讲你毋是？我绝对佮伊拼命。这一切拢是宋清华引起的，一个衰尾查某，阮顶一代乱到阮这代来啊！害妈痛苦，甲亲手甲小妹送走，害你妨碍为着因阿妈的原罪，生活伫咧平家，连尼可心嘛要拐走，伊根本就是来迫害阮平家的。即个我袂阁体谅啊，我绝对袂阁让伊继续摇摆落去。
一件代志是你阿姑甲你讲的，不管安怎，代志已经拢过去啊，人死嘛无可能阁活起来。相关的证据嘛，去用处理掉，死无对证。你哪就为着迄件代志，这么激动？这无嘞，还是有。有啥？对你来讲，拢已经过去啊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法度接受爸对你的态度。不怪，最近恁两个人这么奇怪，就是因为你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啊。卡苏大英的，我甘愿拢莫知影，再又搁会当安怎？是乎家己搁较痛苦，我敢会当因为安尼就离开伊？我真正好好问恁阿姑，既然甲这件代志甲你讲，去影响到你的心情，害你想要离家出走。妈，咱做伙走啦。飞弟哦，我嘛无想要住伫遮，离遮尔近。你莫阁多骗好无？我唔是多骗。那安尼你知影真相了，哪有办法继续忍受迄个人啊？妈，敢讲你无想过，当初伊为虾米安尼做？你即摆已经气甲，连一声爸爸你拢唔愿意叫啊？那是因为我真正无想要叫。啊，不过我身躯内底流的血就是伊的。所以我感觉足痛苦的，想袂到我的爸爸是这么卑鄙的人。妈，当初伊就是想要甲你抢过来，就害死你的初恋男友。等你有我，就用我甲你拔掉，这拢怪我啦。怎么哪会当怪你啦？这当然怪我。若不是我，你就袂浪费这么侪年的青春，这么委屈。还阁予人安尼滴滴嘟嘟，你的人生会遮自由，你嘛应该过你家己想要过的生活。律师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啦？你应该讲，嘛是为着你，才忍受这个委屈，留伫这个家照顾你。你看你今嘛，这么听话，这么大心，都无枉费妈为你做做一切。妈。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办法了解爸，伊拢是为着伊家己的私心做这么侪歹势的个代志。其实，我这么拍拼做一个医生，就是想要弥补伊所有伤害过的人。就算讲是无熟悉的人，我嘛想要甲伊斗相共，安尼我心内较好过。啊，不过我一想到你是和伊比的，我就真正看袂落去啊，所以我想要离开。我真正无办法继续面对伊啊！立行，不是每一个人拢参像你同款，这么有正义感，有一个善良的心，请你体谅妈的为难。妈不是为着家己，是你顾虑你。妈，今麦真正无需要顾虑着我。以前是我还细汉，你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啊，不过今麦我是一个医生啊，我会当照顾你啊。既然你无爱伊，自头到尾，你嘛无冥婚，那呢，搁何必搁委屈家己，互伊绑在身躯边？你哪会认为妈是叫伊绑掉的？妈若真正要离开，无人会当阻挡的。那呢，你为什么不爱离开？我当然嘛是要离开，啊，不过我要甲彭清明母好倒，啊，要替阿太报仇，我袂当让彭清明这么好过。妈。你讲话啊！卡苏妈若是安尼离开，啊，毋着等于是予恁爸，还佮恁父母阿姨，逼佮走出去。恁爸袂受着教训，伊做遮尔侪歹代志，我要亲目睭看到伊受着惩罚，我才甘愿离开。妈，我问你哦，卡苏讲。你的初恋男友无死，你敢会愿意放下一切，马上离开？立行，你哪会问这种无可能发生的代志？你安尼只好骂，感觉足烦呢。无啦，我只是好奇啊。妈看到了你这么捌代志，会晓替我想啊，我真正感觉真大心啦。啊！不过，请你放心，妈也袂过这么凊彩，予人欺负。
我。恁爸做遮尔济歹代志，予我知影，我以后袂阁吞忍啊。妈，那安尼，你想要哪做？请你留下来，阁等妈一下。等我把代志拢处理好好势，咱两个才做伙离开这个予人讨厌的所在，好无？讲来讲去，你就是无爱我即马就离开吗？算是为着妈妈，敢袂用的。好啦，阿公嘛，我嘛希望你会当答应我，不管你做啥，拢莫冲动，因为哦，不管偌艰苦，这世间上还是会留一份希望要予你，为着，就算是为着我，为着咱母仔的未来，好无？相片就是你的相片，我敢若存在啊！伊即马应该足大汉啊，伫路的我嘛不一定会当甲伊认出来。有时阵哦，我想起一件代志，我拢会变咧哭的。无怪妈，你会这么不甘。小妹是做这么古锥，我细汉的时阵，若是嘛有一个小妹，我一定会足疼伊的。伊即摆一定是变甲遮水的，拢怪我。当初若毋是我遐尼自私，遮尼着急要去外嫁，我才会害伊伫外口流浪。我毋知影伊即摆的生活过了好无。唔知影是毋是会去拄到歹人，也是伫生活上有丢到什么款的委屈。妈，既然即马我拢知影，阁有一个亲小妹伫咧外口，我会当私底下替你调查，甲伊找倒转来啊。至少你还阁有一点仔线索，毋是一点仔头绪拢无啊。也毋过这冤枉来，唔知影走去倒，是毋是改名换姓啊？也是把气搞偌大，我妈，这个代志拢会当调查的，我会当加请一挂私家侦探，我着唔相信遐冤枉来会当人间蒸发，连一点仔痕迹拢无留。我透过医疗体系，还佮有亲自关系探听着，大头兵就是当初甲志祥创造的人，伊计算是殡葬业者，为便宜甲人创造。你掌握着牛进川的行踪啊？好，我即马就过。够牛俊川走去啊！这条气泡吼，够是一步出来。那是我爸安尼继续落去，是变错。牛俊川，你再搞乌色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各位吃这么苦，我想要看卖，我这丈人爸有啥物本事？彭清明这人哦，伊的身份外摆我唔是唔知影啦。像伊这款人哦，伊的外好，哼，我才无咧个信。哎呦，这些人相片啊，还生了只狗嘴，我的宝贝。哎呀，这个不是咱安琪啊，他这项啊，就算我爱我变我死啊，我满意的爱你受到制裁。卖个头皮听啊，同你赵队长，你过来聊聊。剑师，你哪里去啊？我看到老婆，我无看到，我落去查了。我敢救囡仔，敢问我真正是谁家？我唔敢问的，我要想不来。我系子祥，是会创造的。那呢，叫人查出大头兵，是甲谁是接触？才知影为便宜，把子祥创造的。小爱，你哪有把控？爱我，你敢敢讲？你听我心内的风霜，予我一夜就来离开我的梦中。孤单徛在等你的路上，爱你爱到这呢苦，红烛用泪点袂到。旧时孔明借钱无工中，为要了断求甜苦，今日你借故事。
事甲我斗分手做路。无情的话就予伊伫人，十万心酸吞袂落。我受操人万千伤，点点感悟。一滴目屎，一脚步，你放我为情跋倒，我请你，请你好好珍惜。有时空明照钱无共中，为要了断求知苦，今日你借故事甲我道。心酸。